他说你是发神经的，这个那么难吃的东西你怎么要种呢？我说这个营养好啊。我们有成过哈，晚上九点多出门，到回来已经天亮四点多了。我们去选择很多不同的品种，然后培育出最适合我们台湾的品种，目前已经外销到12个国家。请您锁定台湾向前冲节目，和您一起拼经济。